为什么要做这个记录呢？只是因为啊，
受伤七年多，今年是第七年。突然之间，在暑假的时候，先是可以就是原地的，就是小跳跃，大概这么高。以前没有办法哦。然后以前大概不拿扶起手的话，可能大概七步左右吧，就会跌倒。可现在都还没有，所以有可能会。会好一点。肩膀。因为地上不是有那个白线吗？就突然想到，国小练田径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走在白线上，上上上上。国小旁边有一个那个国中，是我的母校。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什么，就是医学单位啊，医生什么的。想要研究一下我为什么没有，就是没有在做什么复健什么什么的，他突然又好，就是开始有一点点热好转。站不起来，不要撑地，又站不起来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时好时坏。其实来学校运动很不错哎，因为很清静，对不对吧？把头发绑起来，因为怕风太大会。